我是刚刚列车到的109年3月22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10:08:11，准备的是开往北投的高温电系统，刚轮刚轨是捷运列车 C38型。1364，开往北投的高温电系统，刚轨是捷运列车在40站40，然后这班是开往象山的124。高温电系统刚轮是捷运列车在台北捷运淡水新线40站10，很好，谢谢哥哥。下面一个吧，让你们多对我们了解光片，感谢各位支持，拜拜。象山124，哪一个字就哪一个。车号是10038。好，闺蜜什么就拿宝贝。